由香港 BNP 主办的体办界同发文学奖开始的，今年主办单位特别加设的米小说，韩国客家三红丝也得全新的项目，而民众用韩国精准设计的文字来表现客家文学的意境，韩国天然都市台全新的样貌，对一下开始数千多六月二十八结束。高速米沙用后塘高山从电气压全新的米小说创作，披点显得韩卡有诗意。第八届同花文学奖今年头一摆加设的米小说，韩国由客家三红丝两女全新风貌，参赛者创作了第五十首诗的汉字一女，反正表达出小说的情景，韩国有意象，做得讲难度一高。做得讲，上下一集诗做得表现呢，你就无需要用到两集诗、三集、三集诗，故说需要动到嘅反复琢磨了的部分。一发刚刚是点着，空投性感度嘅梦。另外，向日本牌子设计出来嘅客家三红丝，主办单位老显示规定做大条创作的有三支，大家是分别创作的有五集诗、七集诗同七集诗，是韩卡所结。想要跳过民众，大家是都爱动真做。作为一个现代嘅客家人，也讲讲爱腔调无腔款嘅个部分，嘅独特性，同客家无腔款嘅个色彩，那表现出来。因为客家人特别对小说的方面哈，文学方面啦哈，其实有深厚嘅成就啦哈。啊，一个新创作嘅一种形式咧哈，啊，让我哋所有嘅哈。唔係客家朋友咧，嗬，嚟認識人客家。阿肥肥表示講，現在廿多年來健身文化發展起來，好多個人野生風氣，為大家用無用用方式來寫客家文化。老師感到客家少，年年是用也唔安難。阿你客家文化創作，咩客家學習圈？客家新聞黃燕插前奏，台報圖。